好，公读泰山清净经，老君曰：大道无形，生育天地；大道无情，运行日月；大道无名，长养万物。吾不知其名，强名曰道。夫道者，有清有浊，有动有静。天清地浊，天动地静。男清女浊，男动女静，降本流末而生万物。清者浊之源，动者静之基。人人常清净，天地悉皆归。古人神好清而心恼之，人心好静而欲天之。常人遣其欲而心自静，诚其心而神自清。既然六欲不生，三毒消灭，所以不能则唯心未成，欲未遣也。为能什遣么？之者，内观其心，心无其心；外观其形，形无其形；远观其物，物无其物。三者即无，唯见于空。观空亦空，空无所空。所空即无，无无亦无，无无即无，正然泰常然寂，长吉。即无所及，欲起人生，欲寂不生，即是真静。真常应物，真常德性，常应常静，常清净矣。如此清净，见入真道，即入真道，名为得道。虽名得道，实无所得。为化众生，名为得道。能悟之者，可传圣道。老君曰：上士无争，下士好争。善德不德，下德执德。执着之者，不明道德。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，唯有为妄有妄心。心，既有妄心，即惊其即神。惊其身。既惊其神，即着万物，既着万物，即生贪求，既生贪求，即是烦恼。烦恼妄想，忧苦身心，便遭浊入，流浪生死，长城苦海，永失真道，真常之道。吾者自得，物得证，无道者，常清净矣。得物证。恭送泰山清净经。老君曰：大道无形，生育天地；大道无情，运行日月；大道无名，长养万物。吾不知其名，强名曰道。夫道者，有清有浊，有动有静。天清地浊，天动地静。男清女浊，男动女静。降本流末而生万物，清者浊之源，动者静之基。人人常清净，天地悉皆归。夫人神好清而心恼之，人心好静而欲迁之。常人遣其欲而心自静，诚其心而神自清。自然六欲不生，三毒消灭。所以不能则唯为心未心为成，证，欲为未理遣性。也。能遣之者，内观其心，心无其心；外观其形，形无其形；远观其物，物无其物。三者即无，唯见于空。观空亦空，空无所空，所空即无，无无亦无。无无即无，正然黯然常长寂，吉。寂无所寂，欲起人生，欲寂不生，即是真静。真常应物，真常德性，常应常静，常清净矣。如此清净，见入真道，即入真道，名为得道。虽名得道，
持无所得，会化众生，名为得道。能悟之者，可传圣道。老君曰：上士无争，下士好争。没吞下去。怎么了？没吞下去。哎，是。哦，后学喉咙怪怪的呢，你放后学练啦。好。上德不德，下德执德，执着之者不明道德。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，唯有妄心。既有妄心，即惊其神；既惊其神，即着万物；既着万物，即生贪求；既生贪求，即是烦恼。烦恼妄想，忧苦身心，便遭着入。流浪生死，常沉苦海，永失真道。真常之道，悟者自得，得悟道者常清净矣。恭诵《弥勒救苦真经》。佛说《弥勒救苦经》，弥勒下士不悲轻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宗序，混元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朝生。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拴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是灵童查的心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曹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引领三十六元将，五百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金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即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宗，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两遍得超生，持念三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十叩一叩再叩三叩，
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收。爱祥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女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弟姓子氏赵江朝美明，纯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。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。南海古佛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济公活佛，月会菩萨，月会菩萨，慈悲作主，慈悲作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。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世所至道，世所至道。圣慈昭阁采纳，圣慈昭阁采纳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感谢天师德，感谢各位前贤，大家晚安。哦，感恩感恩，哦，感恩江老师慈悲啊。江老师晚安，组长晚安，各位前学们大家晚安，感恩感恩，五千人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，各位灵任，各位副灵任，各位组长，曾组长，张老师晚安。哦，很优秀了，江老师哦，江老师晚安，祝前学晚安，感恩哦，前学们大家晚安，感恩感恩。